欢迎登录灯塔系统，正在为您建立通道。摔下去的，医生，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朋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快，医生。不好意思，家属不能进去。医生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一定要救救他。你朋友这种情况，做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。医生，能想想办法降低风险吗？他是个长跑运动员，本来今年要进省队的。你看啊，他现在啊，身体多处创伤，加上他运动员的身份，所以啊，最好的办法是康复训练。安顿好许静阳，我会出国的。对，他明天就能出院。001已退出灯塔系统。
江小姐，您今天又没有去上班啊？嗯。请允许我提醒您，这是您这个月第13次旷工了。如果再不去公司的话，我觉着……再不去公司的话，我那些同事都高兴疯了。我在公司待着，大家都不自在，多没趣啊！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及时行乐，活得潇潇洒洒呢。那您在哪儿潇洒呢？我去接您。啊，不用。我在看美术展呢。江小姐，您又去酒吧了。我跟您说过的，如果您……哎，真不知道我把哪儿招来这么个疼僧。不好意思啊。新男朋友呢？不是说再来玩吗？人呢？可能堵车吧，急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你怕不是没把他拿下吧？我叫他，他敢不来，等着瞧吧。来来来，喝酒。我去接一下啊！来，这得干了。可以啊，这酒量。嗨，到了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刚刚没找着你。哦。而且，我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。嗨。一回生二回熟，你呀就是一门心思读书。走吧，介绍我朋友给你认识。15/25，15/24。Hello， 我男朋友。哇，好帅呀！来来来，坐这儿，来，进来。来，我们一起敬一下小袁的新男朋友。哎，那喝一杯啊！行，来，喝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会喝酒。哎，你们平时那些招数都收着点啊，怕酒精过敏，喝不了。你们喝啊，啊，你们喝，过敏啊。行，来，咱们不用管他们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喂，男朋友，做什么行业的？男朋友是你叫的，他是斯坦福毕业的高材生，毕业之后硅谷那边的大厂都抢着要他。哎，你要是有门道，记着帮衬着点啊，他开发游戏的。做什么游戏的？哦，我做的是一款关于 MR 技术虚拟现实机。哦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说了我也听不懂。我就问你，你是不给我们面子，还是说真的不能喝酒啊？哎呀，干嘛呀？搞事情啊？酒精过敏怎么了嘛？小袁的前两任男朋友可都是把我们喝趴过的，是不是？没完了是吧？你不要管了，来来，喝一口。想喝？我跟你喝。真没意思。来，我们喝。别拘束。小袁，来，接着玩，去一趟卫生间。玩什么呀？你们再玩一个呀？玩什么？那个15/20。15/20。行，15/20。来，再来个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你为什么不找我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要给我打电话的。你也别怪我提前查你这个小男朋友。为什么没跟我联系？他没有表面上老实。哎呦，松开！前两年就跟这个女的闹过绯闻，在酒吧都被拍下来了。哎呦，我们也是才知道的。松开！所以什么酒精过敏，什么纯情少女，都是装的。不想我？你故意让我叫他过来的吧？干嘛？我提前跟你说，你也不信。现在该看的你也看了。该怎么处置，看你自己吧。你找我吗？我说了，你找我肯定有出来啊！你听到我说话没？哎，你别推我！哎，你干嘛？自己惹的麻烦，自己处理干净。小袁，这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什么不是他想的那样？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睡了我吗？你不承认？别演了，这种把戏我见多了。知道他家是开广告公司的，以为装装样子弄几张太子爷的绯闻照片就能炒作上位啊？赶紧滚！小袁，小袁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真的。小袁，我事情都处理好了，但我跟他……把我车开过来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炒作搞偷拍？你就那么相信侯博宇？咱们这个圈子里最不敢信的就是人心。他开的那家广告公司70%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，他有100个胆儿也不敢背叛我呀。哼。小袁，饿不饿？要不回去之前，咱们先吃点东西吧。你真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了。小袁，我刚才真的没什么。我说许特助啊，我爸都不管的事情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江小姐，我只是传达江总的意思。江氏集团给博宇广告公司的项目，他希望也能由您来负责。有事儿啊？哦，没事，你先忙。坐。我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？打盲人应该是你才对啊。哎，最近店里怎么样？生意比之前好多了。啊，小袁。你教我那个方法特别管用，是吗？自从那些网红来了之后，人气高多了。我还新做了几款网红咖啡，多亏你了，销量翻了几番。嗨，这就是打招呼的事儿，不用在意。嗯，小袁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，我想开家分店，扩大一下经营范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事儿啊，想开就开呗，我来帮你解决资金上的问题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最近呢在跟商圈谈合作，嗯，要是能拿到几个商业活动下午茶的订单，资金就差不多了。你先坐啊，我过去忙了。哎，瑞瑞，嗯，既然开店有的赚呢，以后就别买这种假货带了，是真是假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嗯，嗯。
那个广告案要是由我负责，是不是下午茶的供应商也我说了算啊？今天这蛋糕怎么这么酸啊？是啊，这次茶点供应商怎么又换？我觉得上次那家挺好的呀。江总介绍的。难怪，可这私人的茶点怎么能和人家大品牌供应商比啊？就是啊，这茶点的造型和口味都很一般。哎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要不然再调整一下吧。江小姐，江小姐，这里都太顺色了，要撞色搭配。好的，我去安排。瑞瑞，你在这儿啊？那新丝巾给你。不用了，拿着。一会儿啊，我让其他项目组的人都留你一个联系方式，以后这种下午茶都找你。其实你只要给我一个试吃竞标的机会就好。傻不傻？我家的公司我说了算。我看你也挺累了，等会儿我让博宇送你回去。不用麻烦博宇了，我自己打车就好。愿意效劳。江小姐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就这么定了。博宇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？快了，我保证。等你的分店开了，你自己就是老板。等我拿了一笔投资款，我直接就跟他坦白，我们谁都不用再看他脸色了。小袁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你丝巾忘在活动现场了。哦，我忘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喝。霍博宇送完你就回去了吗？啊，他送完我就回去了。我送你的丝巾，是真忘了，还是不喜欢了？啊，我今天在现场太忙了，我真的给忘了。
你和霍文宇是怎么回事？小云，对不起。做都做了，现在星星做菜给谁看呢？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？当着面可以做闺蜜要投资，转过身就给我来一刀。小云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早就想跟他断了，是霍博宇他一直纠缠我。小云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小云，小云，我求你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就是一时糊涂，你怕什么？好，把你的资金收回去。小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承认我是有些嫉妒你，是你是给我投钱了，可是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人是我，起早贪黑的人也是我，这些钱不是你辛苦挣的，凭什么你说收回去就收回去啊？因为你背叛了我，我收回去不应该吗？江小云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一点，你出钱我出力，我不比你低一等，你是没有优越感，你活不下去了吗？是。我是接了你们公司订单没错，我几天没睡，我就是为了想把糕点做好，我不想被人家说是关系户。我省吃俭用，我攒钱，我买个假货怎么了？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，瑞瑞，你哪里是嫉妒我，你压根就是看不上我，借着霍博宇报复我。你心里这么委屈，那你把投资还我，从此以后大家一刀两断。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不要收回投资。你起来，你要我怎么弥补都可以，实在不行扇我几巴掌。念在往日情分，你不要收回投资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对着干了。回不去了。这家店以后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你有多大本事了。江小云，你现在撤资就是逼我去死。你背叛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承担后果？江小云，你要是再走一步，我就从这儿掉下去。
小袁，你这几天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？哎，我一直很想你。你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跟瑞瑞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小袁，你听我解释。在我找到他之前，我一个字都不想听你说，你离我远点。我有急事找你。冯瑞雪失踪了，是我让他跳了江。江小姐，终于见面了。徐特助，冯瑞雪失踪了，我现在需要你动用一切人脉，迅速帮我找到她。别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人都丢了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。您喜欢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吗？您喜欢这个世界里的自己吗？我让你找人，你问我这个干什么？江小姐的朋友，我肯定帮忙找，只是想请您在有空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，您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关于您朋友的事儿，以后我们用这只手机联络。用得着这么麻烦？用得着。您发出的每一条微信，拨打出的每一通电话，以后都会成为不利于您的证据。就比如这个。发给我爸的消息，徐特助怎么会收到？就当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请您配合我的工作。徐特助，你找到瑞瑞了？人是找着了，但是情况特别的复杂，这在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啊。江小姐，喂，你最好在15分钟之内赶到13号码头，记着，一定要从跨江大桥上过来。啊，喂。他还活着对吗？徐特助，喂。
能电话里说清楚？我十五分钟怎么到得了啊？你到哪了？我在隧道呢，你快点告诉我瑞瑞怎么样了。喂，你信号不好。喂，许特助。登录灯塔系统，正在为您建立通道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徐静阳，是你吗？如果时间重置，还敢一起吗？旅程的开始，你会等着我吗？无边的黑夜，远处的灯塔，是你在为我指引吗？有我的